这鱼塘这水满了，昨天才加的水，今天有个朋友来给他种点番茄，然后又往里边灌水，但是他可能那个戴着耳机没听见，那边的朋友喊他了，说你们水满了，满的都溢出来了，满出来了，然后他才反应过来，然后冲着刚才这已经下去一点了，刚才是满的不行了，这鱼塘那个水太满了，水的温度改变以后呢，鱼它就什么呢，它就不适应，所以这条鱼就跳出来了，可能温度变化什么的就跳出来了，就干死了。我的天哪，我欲哭无泪啊，我这好朋友，这是真心是好朋友，这就死了。哎呀，没辙了，这样什么办法，这我已经刨开个缺口，那管子吸不出来，刨开个缺口放点下去吧。好，要不然实在是太满了，实在太满的话，一个是鱼会跳出来，鲤鱼嘛，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旁边那个有那鸟会来吃，因为之前它有个落差，之前有个20-30公分的落差，那鸟在边上它够不着，但是现在那朋友把这水灌满了以后呢，首先这鱼会跳出来，第二呢旁边的鸟啊什么鹿那个什么白鹭啊什么或者旁边够着吃，这就完蛋了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，我的天啊，就这么着吧，真心好朋友他也不故意的，他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也不打声招呼，然后弄完了就跑了。哎呀，我哎呀，欲哭无泪，就这么着吧。OK， 还好那边没给我加多少，那边没满出来，这边满出来了，都已经满在边上都湿了。唉，就这么着吧。